大家好，这是心理师为大家带来《智囊的游戏》，刚视频。上一期呢，哎，哦，这边这两个人离这个萤火这么近啊。上期呢是探索这边的这个宅子，是到了回廊这么一个位置。前方呢是继续探索道路，但是我这边看是技能点现在获得了三个，好像马上就会升级成四个。我是想先把这个一字斩二连学了，之前在实战中起码觉得一字斩还是蛮有用的，攻击力蛮高，或者说破防能力很强，基本上打到小兵什么的都能造成很可观的伤害，跟这个应该是躯干伤害吧，主要是。但它有一个问题，就是位移不怎么好。我在想这边二连的话呢，我可以直接比如说打第一下 miss 了，我可以再打第二下去进行一个追刀。我想看一下这边，这个是什么绝技，伪名十字斩，长按是摆出居合架势。等于是先摁住两个键，然后松开 L1 的话呢是中断居合，松开 R1 的话呢是拔刀十字斩，拔刀并快速劈出实弹，消耗纸人便可以使用。消耗纸人，这个是消耗纸人吗？在哪里？在这边。这个不需要消耗纸人。我之前以为这边你学会的一些，这不能叫武术吧，这叫什么，一些招式流派招式，好像是，我以为是不需要消耗纸人的，纸人我以为是只是消耗你的一些忍具，好像还不太一样。试一试这个，好像我快升级了。只是这边这个二连，这两个人为什么要往那边走啊？什么情况？不太对啊，直接打死了。我看一看，等于是我需要打这个人是吧？要打这个人，哎，是哪个人？为什么他俩都穿着铠甲？算了，我把肉搏人应该会过来，这你是肉搏人吧？不要远程人也看见我啊。这跟我想的不太一样。哎，升级了。这个地儿没准儿 farm 一些东西倒是比较不错。这样看一下还有什么技能可以学。之前我比较感兴趣的是这个钩绳攻击。这个派生追击我猜可能也就是手里剑有些用，主要是这后边有两个新的技能可以解锁，把这个钩绳攻击学了吧。我想看看这后边是什么技能，技鹰斩，旋身冲入发动劈砍，远距离缩短，看这边上面的图画有点类似于是一个冲锋，然后来一个转圈的跳劈之类的，貌似是没有写需要一些什么纸人，我猜可能是一些比较强势流派需要消耗纸人嘛，防止你去不停的玩命的摁。特效药味儿，提升恢复道具使用效果，
为什么是味儿？细细品尝，体会药之滋味吧。牢记于身，药效将会增加。空中一首忍句，派生攻击连斩，这些东西，说实话，开荒的话，我也是不太清楚哪个东西使起来更好些。空中流派招式。很多的都是空中的攻击啊，目前我也是很少遇见说你需要空中打的敌人。哎，怎么这儿还有一个人？不会有埋伏吧？哎，这不会是之前那个老婆婆说的什么 Inosuke？不会是他吧？先へ行くのはやめておけ。恐ろしき幻術よ。種ならしがなければ名种。破れぬぞ。これをわずかだが、そなたに託そう。他也给了我们一些名种，他给了23块钱，什么情况？種ならしがなけ、森役の務めと勇んでみたが、哦，この他是さ中ま了よ、幻术，所以眼睛已经就是平瞎田了。はしまいじゃ。母だけでも逃がさねば。他的左右手，他的右手为什么有些手指陷到了地板里边？種ならしも平。这个外面可以去吗？外面去不了。好奇怪，为什么移开榻榻米？为什么感觉像是往 BOSS 战前进的一条通道？隐藏佛堂的钥匙。这看着很像 BOSS 战啊。我们看一下有什么需要准备的，血不太多了，不过无所谓。其他东西 BOSS 战应该用不到石子儿，其他的恢复道具拿上。这边有个一字斩二连，应该差不多。哦，还要把冥种装备上。6个，之前我们获得了5个，好像之前给了一个什么，这边还有酒，这是一个贵重物品，可以喝吗？没法选择。张母的信，这个吧，冥种生长于深谷。之前我记得我第一次获得冥种应该是在那个就是这个白蛇的神教那个地方。然后把它刺瞎后，远处有一棵植物，从那边获得的。我在想，那个植物会不会刷新？不太清楚这个冥种打对付什么，是不是对付幻术？消除幻觉。不太清楚需要多少？哇，直接就进入动画了。父上、蝶々よ、みんなどこへ行ったのだ。巫女様、現実か。久しいな、フクロウのせがれよ。お蝶殿。言ってください。そなたはなすべきこと
なすのです。わかりました。さて、やろうか、せがれ殿。うん、HP 与躯干，若 HP 减少，躯干恢复速度将变缓，随着躯干恢复速度变缓，量表的背景色将由黄色转为红色。什么意思？什么叫黄色转为红色？什么的？什么跟什么？躯干，对付躯干能快速恢复的强大对手，通过电波或攻击等方式削减其 HP， 进而使其躯干失衡的战术更有效。嗯，幻影之蝶，这话这个 BOSS 一开始说话的时候，这个声音我就是觉得不太好惹的一个，不太清楚为什么日本配音有雾啊。哎。哇、哦，他是蜘蛛侠吗？什么东西？天哪！攻击力好像……哎，保险箱加个血，他怎么在天上飞？这怎么打？锁定。他在天上飞，我到时候我还有什么防空手段？除了手里剑之外，我的气快破了。嗯，好阴险的一招。老是，我天哪，这个好难打啊，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四锁没了？完全手里剑没有用。有用，我也不太清楚有没有用。什么情况？哎，太阴险了，竟然使用远程攻击打我。好像是可以给他打下来。什么都看不见了。哎，好有意思的一个 boss， 还是说实话，真正说打成这种 boss 还是非常享受的。嗯，不太好，死了好多钱。
哪里可以花钱买东西呢？这个 boss 刚才我看他只有一管血，但是不太清楚啊。总之感觉蛮难打的，只有一管血感觉又有点过于简单，有两管血感觉又有点过于难了，能不能用一管半血之类的。我不太清楚他会不会有，就是有类似于是二级段，甚至我在想他说是这个 boss 会什么幻术，我在想会不会给他血量打低，或者说是之后会使用一些幻术，所以说可能应该是还有二阶段之类的。我想先把钱花掉，我想在哪里有第一个商人，是在这个附近。这个游戏等于是跟《黑暗之魂》还不太一样，你死完之后并不会说是留下一些血迹、灵魂之类的。这个商人在什么地儿来的？在前边啊，那个地方啊，里面有个最近主要是有一个拿大炮的人啊，我感觉上还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先看一下我怎么过到那边去。卖些丸药、解毒粉，我只有一个，我可以买两个解毒粉。轻巧钱袋，哦，可以把110块钱。哦，等于是这个轻巧钱袋应该是给100块钱，但是你要买的话，就是多花10块钱。等于是里边装了100块钱，然后那外边装钱的那个袋子值10块钱，是这么一个样子吗？像大概这么一个样子。丸药的话，存放数量3。什么情况？就把它也买完，其他东西应该是啊，他已经卖，给他买光了。其他东西呢，看一下还有哪里有商人。好像还有一个情报贩子是吧，那个人在什么地方？在我记得在赤鬼之前的那个地方。敌方突刺攻击，这个地方就是赤鬼吧。哦，就在这个地方啊。来个异能字，好像目前敌人都是有点直接一个异文字后直接被破防了，没法进行一个二连。然后看一下，这个位移还是不错的，有两段位移，第一段位移很大，假如说我 miss 的话，我可以再接一段小的向前位移。刚才没有试着打，用这招打 boss， 不太清楚好不好使，毕竟那个 boss 很敏捷。那那，ま、いただいた銭を元手に、さ。哦。有意思。你也买。哇，这3000块钱。幻影苦无。幻影之蝶使用的苦无。哼。掷出会鸣响声音，幻蝶便追随着苦无飞舞。修炼幻术。这是因为我们现在遇见这个 boss 吗？还是什么？为什么可以买这个 boss 的他的苦？3000块钱，好贵啊！我觉得先把这些我的钱，类似于是先存起来。この足縄いつ滅びるかもわからねえ。いわば沈みかけた船。要先把对话跳出来。成り上がる好奇じゃねえかと思うんでさ。
そこで一つ頼みがありやす。なんだ。アシナの侍どもが今欲しがっているものは何か探ってきちゃくれやせんか。そいつが分かればアシナの侍どもと取引ができやす。旦那は忍びだ。敵方から情報を仕入れるいい耳をお持ちのはず。ぜひお願いしやす。有意思。毎度どんさ。じゃあな、アシナの侍どもが、そいつが分かった。等于是，这可能也就是算是鼓励嘛，鼓励我们是不要去玩命的跟，就是去杀敌，无脑的杀敌，要多利用我们等于是偷听的这么一个本领，也是很有意思的。像我其实我不太清楚，算是现在算是接到他的一个任务线，这个任务线的话是。我由于是很久有段时间没有在没有向他对话了，我不太清楚是我已经需要偷听一些比如说是从这个地区往后的一些敌人吗，等于是我已经实际上是 miss 了，还是说是我没有探索的位置，不太清楚。这个应该不会说是三年前回忆中偷听敌人，而且目前我觉得我能偷听应该都已经偷听了吧。这样哦，明种，但是明种哇，这个也太哇吃我一击一字斩，这叫一字斩吗？突然忘记叫什么了。这个太不公平了，为什么敌人的攻击可以穿墙，我的攻击穿不了墙。这样我们看一下，刚才好像是怪，不是怪物，是那个 boss 飞上天上的时候是可以用手里剑，爆竹的话其实也可以试一试，机关斧感觉没有什么太大作用。还有什么可以使的？雾压，说话不太清楚。我觉得这能取下来吗？取下来，我觉得平常可能使上手里剑，当我需要一些爆发性伤害，需要强行对 boss 进行硬直的时候，可能换上这个爆竹，大概这么样子。当然直的嘛，我觉得可以使一使。我有114个纸人在这个地方，还是挺多的。我之前打好像是 boss， 他只是给他打，好像在他飞天好像是给打出了硬直，并没有造成多大的伤害。总之先暂时这么一个样子吧。其他道具呢，他不会哦，我些糖，气球乱七八糟的应该是没有什么用，我觉得就先这个样子吧。另外这个游戏中我现在是我想再做一个试验，不好意思啊，我刚才是对这敌人使用了类似于是忍杀，给了我34的经验。我要是不使忍杀，直接是生砍死的话会是什么样子？我的印象是在黑暗之魂中，就是有一个什么机制呢，是你类似于是过量击杀，也是34。但是敌人血很少的时候，你用一招很攻击力很强的招数把敌人打死的话，你会获得一些额外的经验值。我在考虑这边你使用忍杀杀死敌人是不是会能获得更高的经验，貌似是不会。像我有些糖，我想先不使吧，这边先主要是进行一些练习。哎，这招攻击太高了。怎么又？太伤了。打错了。
哇！我刚才好像是对他造成了很……我一直是在打一个幻觉，是吧？这是本体还是？还是我要需要用名种把打我？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呜、哦！为什么锁？哎，锁？怎么回事？为什么攻击老 miss？ 这是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幻觉？哦，会把他召唤出来的幻觉消失。这有点顾不过来了。这还是幻觉吗？好像节奏变了。怎么没有踩到他？这是什么？哦，他会，就是他所谓的什么那个恐龙的手里剑吗？手里剑用完了，怎么办？哎，我知道。这算是死了吗？ Phantom Lady Butterfly 有点意思，幻影之蝶，很有意思。身经百战的幻术师，鹰鹿，就是起死回生之力增加一次的效果。什么意思？1500的经验值。什么情况？还是中了幻觉是吗？私のため、そなたは戦ってくれた。捨て置くことなど。好強的臂力。できるものか。狼よ、我が血と共に生きてくれ。哦，原来等于是我们是三年前获得了这个复活的力量，是吧？非常的有意思。等于是那个幻之蝶，我没有叫幻之蝶吗？叫什么？不是幻之蝶，那个 boss 叫什么来的？叫什么？Lady Butterfly， 但是在哪里？幻影之蝶。等于是我们没有杀死他，是吗？我们是最后中了幻觉被，但是为什么是会被剑捅死？他不是吃苦的吗？不太清楚，不过这个 boss 也算是我可以说是目前当然打的比较少。这个鬼行部是游戏初期的时候遇见的一个 boss， 当时也是说实话，连一些按键的操作都还不是很熟悉，
这个幻影之蝶真的是打起来真的是非常的享受。总之我感觉目前这个敌人招架的话，我目前的主要一个打法就是不停的，可以说甚至是无脑的对敌人就是进行 R1 的一个普通攻击砍，然后砍着砍着有些时候敌人会进对我们进行一个招架，那个时候等于是你在砍的时候对方会有一个，应该是声音会不一样，会有一个招架的一个等于是听的一声，那个之后呢敌人会对我们进行反击，这时候你再去招架。刚才我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战术，基本上就是随便的砍，等敌人招架我们的时候呢，我去马上再摁招架，会把敌人的反击招架住，本身可以 无限的循环。可能有些可能算是初期的 boss 吧，可以这么打，不过真正说我自己去打的话，整个过程真的是非常的享受。而且我不太清楚为什么之前 boss 好像在天上飞，我玩命的扔手里剑，好像直接他的耐力就直接被我打光了，好像是我不太清楚是一个 bug 还是一个什么啊，他在天上被我手里剑打出硬之后，他会无限的好像被在空中被我连击似的。这样看一下对个话，有新的对话吗？没有新的对话，可以强化，好像都是一些更加高级的素材是没有遇到吧，好像有一个是什么黑色火硝火屑火什么玩意儿，获得了一个，其他东西应该是普通的铁屑，好像还需要弹簧式吹火筒。我希望这个东西能吹火筒，就感觉不像是吹火筒，感觉就是有点像是黑暗之魂中里边那个 combustion， 就直接是在敌人你的跟前是产生一些火焰式的爆炸。我希望能把这个火打出去啊，没准之后的升级会有，大家不太清楚。总之目前这东西我感觉自己硬值很大，然后还费三点的纸。爆竹目前感觉是最好使的，这个斧头呢也是不错，手剑可能也就是打刚才那个豹子好使吧。哦，我才发现针对四处跳的敌人可以给予 极大伤害，等于是这是对敏捷型的敌人会有效是吧，有意思，等于是这边的忍具都是会对针对特定的敌人会有特殊效果的。这个是怕克野兽，这个火是克那个鬼，这个是克拿盾的人，这个应该是克敏捷的性敌人，非常的非常有意思。不错，这样你没有新的对话了，那边的他叫什么？哎妈！オオカミ殿。永贞有种子吗？没有。かつて足ないその我が氏。这也是相同的对话。还有什么战斗技提升攻击力，幻影之蝶曾是义父指定给狼的忍术老师之一。义父应该是那个那是萧嘛，我们在记忆中好像三年前在那个大火中是被死掉了，就是老师但不可能手把手教导，忍者的招式只能在战斗中才能练就。强化攻击力，佛珠的话现在差一个，别的有两点技能，土夕阳冷杀成功中恢复，我觉得既然你忍杀成功的话，你之后的躯干应该不会说是有太大问题了，毕竟是敌人已经被忍杀了，可能作用不大，这个可能有些作用，但是三点的话就有点太浪费了。这个斩我想试一试，还有其他的什么派生连击，其实这个机关斧后连击不一定啊，毕竟使完机关斧后敌人马上就被破防，你可以进行忍杀了，再连击的话
可能对付一些没准会后期会出现使一些类似于是大型盾的敌人，可能一个机关斧打不死。当你机关斧后再连击的话，敌人盾还举着也是没有用啊。他还不太清楚，目前我感觉不出来这些派生攻击有什么好处。空中道具可以在天上使，能怎么使呢？跳起来扔手里剑，看着挺帅，但是感觉不出来有什么用。跳起来使机关斧，这个会增加伤害吗？别的都没有学，看不出来。这个忍者之眼我觉得不错，我想试一试。这个失衡没有什么用。空中流派招式，空中弹开。空中流派可能有些用，我先把空中弹开学会，因为是我觉得有时候我可能会乱跳啊，乱跳的时候学一下弹开还是可以的。别的还有一点，这个追击，没了，我就先存着吧。购买道具，为什么我现在命中概率变成15%了？啊？这是我之前我看我好像是那个雕刻师啊，雕刻师他应该还在，我可以这么看吧。这边和声雕佛者，另外那个人呢，那个老婆婆，按错键，哦，这是什么情况啊？喂，最后まで任せまっか。我这是任务线搞砸了吗？我有什么 miss 的东西？这可以不要了。还有这个是什么？起死回生之力增加一次效果，这是个贵重物品。我以为你是使的，使用这个物品能增加一次起死回生。少主人的守护灵，这是他给我的。我感觉我好像是某个还有一个值班房的钥匙。我不太清楚这是我任务线搞砸了所以他死掉了，还是说他的任务线算是结束了，这一定会死。因为毕竟现在你这个人死掉后，我实际上是对我有帮助，因为命中的概率是上升了。从原来好像是13%吧，现在变成了15%。但是这个人他有他的和声的话会减2%，这个雕佛者的话是减15%。有些意外，不过就这个样子了。其他的使用归佛，其他的我想不起来了。实际上这样子的话应该是整个3年前这个记忆应该是都已经，我觉得应该是都打完了。我目前是想不到有什么其他东西，我觉得大概这么样子吧。这样我们这边整个3年前这个平田的探索应该是就到这儿了。下一期的话呢，我们可能是回到主城的位置，是继续我们的探索。
大概是这么一个样子。这期由于时间关系，就先录到这儿了，也是相当喜欢，这样我们下期见。